干，嘎嘎怎么还没睡？哎，不对，你们怎么那些下午看到的还没睡？我想说，晚上会有一些像大夜的，还是一些晚班的人，怎么？我都是下午常看到的，你们在干嘛？哎、欸，等下佑成，你是不是随时都在啊？哎、欸，佑成早上七点会出现，下午三、欸、下午一两点的他也会出现，晚上的他也会出现。佑成，你说一下你是什么时差？好，趁晚上有人，我来打招呼喽。嘎嘎，早安 ，KO 早安。SL Game 早安，野喵君早安，边缘人安安，佑成安安，卢哥安安，依宁依宁怎么还没睡？安安，逆光安安，冰泉安安，你嗯嗯靠腰啊，你现在在看彩虹的吗？喵哈 ，Hello， 不是哦，睡不着哦，干怎么这时候的人那么多？哎，好嗨哦！看一下还有谁？刚刚不要拿 N E L S O N 安安，小鱼安安，西敏安安，最最安安，苏安安，苏安安，喵哈安安，火鼠安安，111安安，静安安。你在看？你是在看彩虹吗？你就有开就来看了哇！那就不要哪天我看到我开台没看到你，你要好好讲话呢。哎，我真的没有事情哎。教主可以跟我说一声生日快乐吗？作业生日快乐，娇仔安安，哎，娇仔好久不见，你都闭，那你赶快睡吧，喵哈晚安，樱井美笑晚安，不啦，晚上好，哎，我不知道这一首有没有版权，反正我就播了嘛，没差了，我觉得这首好好听哦。得得得得，不是啊，是我说这一首很好听，但是我喜欢我真的很喜欢木琴的版本，就是任何乐器啊，我都很喜欢木琴。然后 C H A R L O T T E N N Long， 又对，娇仔很久不见吧？你看我都还记得。来，又安安，多休息没有？我睡太久了，我最近晚上我这两天晚上没开，就是都在睡觉。欧里安安，朱子贤贤安安，你好像潜水很久，你都潜水哦，干！夜里安安，抱歉，你的被滑上去了没看到。哎、欸，今天主要是画麻子的图啦。你也想好好睡觉哦？翘班，你翘班还怕睡不到？今天是我养的仓鼠生日，给他说生日快乐吗？好，瞎毛的仓鼠生日快乐。不是有版权吗？没差，有版权我就是这个顶多盈利不开嘛，然后不要上传记录档就好了。刚要去睡，那你去睡觉。居然还哎、欸、对，欧元爸爸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第刚好你出现，我们哎、欸、等一下欧元爸爸，你这是什么？这时还没睡？我们 DC 最近会那个更新一波，然后有那一种方案是。那个给你们这一种，给钱，但是没有那个去 FB 私讯啊，还是什么的，大这样子，就类似允月隔壁的那个金主啦。这不是我想的啦，是温阳想的。他就是想说，有些人给了很大笔的钱，可是就是没有进来，又觉得很不好意思，想说就是让你们这种有特别的。那个身份组，对。然后我最近等那个温阳的那个什么，东西弄好之后，我会开始画那个会员的徽章，就是 DC 群的徽章啦、啊。每个人会有一些，像反手会一个，我会一个，然后可能大干爹会一个，然后一般普通。普通的你们这些兔崽子就一个这样子，你们要用 DC 耶，我其实有跟他讲这个东西，他说没关系啦，反正就是
有像你们这一种的。可我还是找不到哪里改。你说上分的。疯人院有吗？没有。疯人那个是额外的东西，就是身份组，它是身份组，不是那个，不是说有打麻的一个那种东西。你现在看，你们现在打开 DC 看吗？就会看到最上面不是橘色的吗？这些就是比较进阶的扳手，就是管理员啊。那下一个是类似朋友阶级的，就是我的朋友这样子。然后下一个不是伺服器订阅的那个吗？赞助的，像加藤优一啊，那个乌一啊，火鼠，还有番茄也是啦。就是每个人会有一个头像，然后，嘿，就这样。那我也有吗？你是什么身份组？我不知道。就代表去睡着了。我也应该想说不会开深夜台啊，结果打脸。没事，说的是你不知道的事。你先回答我，马铃薯的颜色要来打个卡。嗨，燕子，燕子上班加油！你要去睡了，好，晚安，一夜晚安。还有谁没安安到？好，泡芙晚安。哎咻！我在找有没有还可以互动的东西，互动的游戏。啊，首先要画麻子的小泡芙在，不是另外一个泡芙，是被斯暗克击飞的泡芙。这样讲可以吗？是被斯暗克击飞的泡芙。一样挂网睡觉去，通知跳出来看的。哦，好啦，爸爸晚安。爸爸晚安。嘟嘟嘟嘟嘟。干，果然没有缘，鸡掰！等一下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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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不起，骂脏话了。这里吧。论 SAI 怎么画一个圆？哦，对，祝大家愚人节快乐。哎。我想说十二点了，会不会以为这是愚人节笑话就没进来了？歪了一点，但这边有一个啦，应该可以调吧，还可以。好了，完美完美，没人看得出来了。我发现上面的圆有一点点怪怪的。有了，好，我看一下哦、喔，一二，那你把两刀，我也以为是愚人节笑话啊，对呢，雨林，你跟我讲说你结束了，可以。好图了，我都在等你耶，你都没有出现。你是不是最近真的淡光遇了啊？啊，下一季你会玩吗？有白消耶，玩不玩？不过下一季我们要氪季票啦，是别人要氪，别人氪，然后我去拿他的，就是那个啊，摩卡那一季买给他，他这一季要买给我。红橙黄绿蓝靛紫都还要靠腰。
你昨天才上线，你的昨天是刚过十二点的上线吗？早上的田泽进完后就有点头晕了，你晕船了吗？我啊，还是因为我昨天是用光遇那个用 Switch 在灵活啊，因为 Switch 灵活的话，就是你按一下 A 键，再按一下 Y 键就好了。睡到六点起来，蔡月伦安安。来啦！你也晕船？哇靠！你晕几年了？哎，这样讲也不好。结果那么久了还没开始动笔，也才一年，骗人！你这愚人节，你说你晕船一年？哎，小鱼。秀秀说他晕船一年欸，雨电安安，给我去睡觉。然后上班的人，上早班的人，给我去睡。哦，这时候好想要用喵哈他们的软体哦，我记得可以左右对称的欸，差不多吗？真的假的？嗨，节操。这时间不对吧？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米娅，你怎么还没睡？不是，我今天打疫苗，所以米娅不是疫苗害的啦。我昨天其实就晚上睡觉了，然后可能作息就是变得说已经爬不起来了，耐久台开太久了，自己爬不起来了。然后现在帮麻子画头，你打第几季啊？第三季。我是 BB 墨，然后完全只有手酸跟拉肚子的副作用，其他没有了。我没有发烧，没有不舒服，这样就不能讨拍了，对不对？就不能说我好可怜哦，没办法赚钱。为什么我最最打字都会被屏蔽掉啊？嘟嘟嘟嘟，我看一下麻子给我的。你在连假前开台，这几天好像这些已经放假没有啊？很多是香港那边已经放暑假了，不是吗？可能明天就没了，没什么。但是还没打第三季，对啊。欸、大麻叶太难画了吧？当时帮你画大麻叶的人也太强了吧？这样画的可以不像枫叶。而最强、最难画的就是麻叶，画不好很像枫叶。麻仓叶。哎呀，哎，我跟你讲，麻仓叶旧的那个部动画真的是从那个，你有印象他们不是一群人去搭飞机吗？对不对？从搭飞机那边开始，就都是动画组的原创，都是动画组在那边搞，所以动画版会烂尾，就是不是也不是烂尾啊，就是动画组会搞成这样，也是因为。所以你会觉得后面有些什么看起来怪怪的，然后接不起来，会一种奇怪的感觉。那就是因为都是动画组在搞，
难怪后面很乱。对啊，就是玩啊，再玩啊，结果收尾收不了啊。那这样子吧，为什么？等一下喔，嗯？哦，现在讲什么？通灵王，早期的通灵王。那现在去年出的通灵王是照着漫画剧情走的。要重打 Rise 又是个地狱，你要吗？其实我很缺人跟我一起玩，一个人玩我真是列个一两条龙就列不下去了。刚刚看哈基想打金狮子，想说进去问说，欸，要不要打？狮子材料我也会缺，就看他来挑其他游戏，想就算了。今天 YG 都在整这件事，没有啦，我再把图给麻子看。没有，虽然他那时候在玩游戏的时候，就跟我讲说啊，不然请繁星画好了，不想要钱的那一种。对，可是我还是想接的原因是因为他那时候就抖了超大笔给我。因为虽然对他来说是什么一样嘛，跟你们一样就是个支持什么的，可是我就是会很在意啊，你们懂我也应该知道吧，就是人家抖我很大笔的话，我其实很不好意思。然后也知道这种东西是酷玩意儿，谁都喜欢。真正台的时候抖大笔的，不是。那你也可以委托我吗？干，你那天要我唱什么小蛮腰的，你还记得吗？几百人，你要不要去睡觉啊，米娅？哎，你现在那边的钱我有49,000，哎，我可以要你清。11次哎，对吧？10次哎，真的吗？怎么真的吗？没有小蛮腰好吗 ？Hello， 诺英 ，Hello。你怎么还没睡？我刚刚其实有看到你开 YouTube Studio。哎呦，靠腰！米娅安安，好久不见。米娅安安，啊，这位是米娅，不回我讯息，干，我有回。你说不是啊？啊，我想说要回，要等你回我，回我其他的啊，你也没有回我。感谢米娅的订阅。疫苗没有副作用是愚人节玩笑吗？没有，我完全没有作用。那你为什么心情不好？你没跟我说。
那米娅，你有兴趣想加入我们 DC 赖群的话，可以私讯哦。里面很多神经病在打日麻哦。其实我跟繁星在一起了，哎、欸，愚人节不要开这种玩笑啊！我会当真，我会当真，真的是转圈圈的兔子是你做的吗？对啊，因为他只需要正面的图，侧面一个就好，另外一个是镜像啊，再画一个屁股的图就好了。你要加 DC， 好，那你要不要去私讯粉专？明天我请那个你私讯粉专之后，你跟你就打说繁星，我是繁星的什么 V 的朋友，大概打这个就好了。因为有些你们不想要露太多个资的，我们就会特别的保护起来。你也想考？哎、欸，你怎么等我一下哦？米娅突然跑来敲我。我给你看上次帮达达画的。像这种的话我还有办法啦，太难的我就没办法了。那个会有各自问题，没有，看你啊，如果你不方便的话也可以，就是等我开台然后他有空的时候我再通知你啊，说欸，我开台了，你有空来看一下嘛，然后他就会发什么简讯啊，不，讯息给你。那我你邀了，靠，不是这样啊！好好好，你先邀，你先进来。那晚点我再请那个，我再请小帮手帮你调一下。等我一下哦，我看一下分类是哪一个。你现在跟臭臭绝交来得及吗？啊，绝对来得及。你怎么还没有绝交到他？看一下哦，应该是这个吧，看一下。身份，然后应该这个吧？哎、欸，兔窝 VIP 是给谁的啊？我忘记了。哎、欸，然后那个米娅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群组里面下面有个工人院麻将区？哎、欸，你会看到里面都是一堆很眼熟的人吧？结果等那么久，那个人还不出来。喷枪，像大麻叶吗？好像枫叶哦。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你这个男人，我在委托你，你在委托他回我三哈？哎、欸，不是这个男人，我在委托他回我三小哈？明天交给温阳处理。对啊，他刚刚跑去睡了，就是我们稍早在聊 DC 的东西嘛。然后后面我会请了一个很夸张的机器人，靠呀，对，那个机器人要付费，所以我后面就是每个月都要订阅它。你漏字了，嗯，所以什么时候你才要接我委托？你上次拒绝我了，等下你委托我什么？你委托我什么？不是啊，你那一次说是周年回馈，不是4月4号吗？
一周年回那个一周年的时候，你不是说用我的图啊？还有后续吗？还有什么后续啊？你上次就拒绝我了。哦哦哦，你是说那个吧？退去的吧？不是哦，那阵子真的没有想要画画的，没有想要画画啊。啊，最近又是因为，哎，哎，没错。眨眼的，哦，好难打哦，眨眼的。你拒绝我了，妈的，请你花就可以。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你想一下，你好好想，你现在不能情绪勒索我。还有小极简绿线可以挖哦，好吧。而且你是要放 GI， 你是要画 GIF 图哎、欸，我就说那个不行啊。你那时候是在说，想要找画 GIF 图的人。啊，我那时候是真的没有时间啊，我那时候都在玩魔物猎人，没有时间啊。啊，最近是因为没人找我玩魔物啊，没有。最近主要是因为我其实欠麻子欠很久了，他那时候真的是跟我讲说，只是支持，然后没有想要我干嘛。哎、欸，啊，有时候我都觉得他每次都在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啊，开久了，我又觉得说，好啦，帮他啦。好，换一首好了。哇，怎么画个图就开始情绪勒索了啊？好难过、哦。会太小吗？好，开始中间的图。如果米娅一样有想要加入 DC 赖群，可以私讯哦。大家喜欢你的图啊，可是你要想一个问题耶，还有喂啊。嗨，大家，我不行了，大家晚安，被口了吗？这样坐下来，好，拜拜，晚安。不是欸，那好，我这边严重问你，那个诺伊，你的 GIF 图你要几张？我不全包的，我没有要全包哦，因为画那种图真的很累。我口了他，口得好，口得好。没有啊，诺英。没啊，讲讲而已。我知道你最近心情，我不是最近心哦。那好好好好，我跟你讲好了，我晚点跟你，我现在跟你说。看一下你在哪里哦。你乖乖休养就好，不是？你现在到底是又开始了吗？我是说又开始心情不好了吗？你怎么了？我敲你，你到现在还没回过我哎、欸！
女人可以不要情绪勒索吗？今天愚人节不要这样好吗？哦，对，我原本想说，我刚刚好像想起什么，一直想不起来。那个《尼罗河谋杀案》，迪士尼 Plus， 迪士尼家也可以看的。我等一下关台后要跑去看。干谁不回谁？不是啊，我回错了吗？不是啊，你只回我不是而已。你还要玩？你是要玩海龟汤是不是？第一期要问谁？你先私讯粉专，然后说啊，因为要截订阅的证明到粉专啦、啊。还是你也想要走后台？但走后台一样也要那个准会如此干，这你自己写的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你橡皮擦没擦干净啦，画的不错啊。我是睡饱了啦，我睡饱啦。你懒惰？不会啦，你画的那么好看，怎么会懒惰？我在大便，没有，我其实真的蛮想落塞的啦。副作用，我的副作用就只有拉肚子而已。就这样随便交差了事，有看到了，好啊，灵魂等一下，好像肚子好痛啊，妈，请问会有潜水艇吗？你要晚上叫那么大声吗？不是，潜水艇你要看晚上，等一下有几个人在你。私讯我没有，你没有什么？你就直接写啊？等你哦，你真的心情很不好哎，字各种错哎。好了，我们继续，没有再解决诺音的问题。好啦，如果诺音你真的要，我再帮你画嘛。反正最近如果没有玩的话，再画好。或平时下午不知道干嘛。
然后可是我画画时间不能太久，我肩膀会很痛，因为我真的是不知道是姿势问题，还是椅子高度问题，还是桌子不适合我，还是我绘图板真的要换成荧幕的。谢谢宝贝，好妖哦！不要乱讲啦，会有人当真啦。换荧幕了，你说荧幕绘图板，我很想啊，可是你要等我搬出去哦。感谢诺音的超级留言啊！为什么不用绿界啊？超级留言会扣抽成啊。没事，今天愚人节，不行啦。我虽然平时喜欢乱讲话，可是好像也是哎、欸。我之前玩鹅鸭杀就没有在顾虑的。天哪，我在干嘛？对不对？鱼缸那边该咪呀，宝贝。对嘛，今天愚人节可以啦，不行啊，那可以齁，米娅宝贝，你说的哦、喔，米娅宝贝，你说可以的哦、喔，你不可以生气哦、喔，你不可以对我生气哦、喔，米娅宝贝，你知道严重性的吗？我都忘了有绿界这东西存在，不是啊，上次就是因为绿界坏掉，然后有人抖了100多块钱，啊，因为没跳出来，我就补偿他说。好，100块十秒钟好不好？来唱十秒的歌，又唱一唱，加起来那时候好像50几秒吧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是另外一个，他上次抖了300块，他说那就30秒。欸，如果我挂着画面去大便，你们可以吗？我肚子好痛哦、喔，我肚子好痛哦、喔，米娅宝贝。欸，我当时绿界坏掉，你怎么没唱？我是最近好吗？不要跟我提往事。繁星宝贝，我有30公分，你要来斗剑吗？来，我的剑需要磨损一下，来。我的才不是剑欸，我的还是那个好不好？那什么铁柱快去啊，害希尔。没有，我只是问问，你们也可以说不准啊，对吧？等一下哦、喔、这个。然后哎呦靠腰。那米娅，你先把你想要的图的感觉跟我说，跟画什么的感觉，可是不要太难太复杂哦，不然我会省略掉很多，比如说什么衣服上的缎带啊，还是什么鬼东西的，我会在我眼中他们是不存在的哦，我就是没办法像阿勋勋他们那一种画得很精致，所以我才不想要接委托，因为在我眼中很多太复杂太麻烦，我就会不想去画它。欸，你们两个如果累的话赶快去休息哦。这时间不是小孩子该起床的时间好吗？一个18岁，一个16岁的。小朋友们
再来偷懒咯，色相宝红，红色先，看怎么没有红色。玩你玩你玩的，保护不透明度，红色。还记得我昨天说我最讨厌画什么颜色吗？红色，对。16的路过，那赶快去睡哦。7也要去睡哦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该睡觉咯。因为我发现这样上色好好舒服哦，我以后都要这样上色了。命名一下，红，或是绿。明天放假？为什么？清明节吗？对耶，清明节呢。是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红橙，因为是高中，高雄某高中被国小连累的不费部分，不费，不费。哎哎哎，你回收屁啊，你回收屁啊，去死吧，死罪，你得罪了我。不废就不废啊，又不会怎样哦。干，好亮好亮，不废很可爱啊。哦，黄色真的是超难调颜色，天哪、啊！黄、绿、蓝。蓝，小月安安，绿镜，我相信米娅。手痒应该也不会进兔窝群大妈啦，只是跟你讲一下，那群神经病就是在 DC 群堵你。所以你看，像小月也是嘛，蓝蓝，他只要紫，OK， 红，紫红，看起来好吃哦！我的天哪、啊，哦，怎么那么会画？领，领打，马头，
不用他进来，我们会去找他。也是啦。好了，画完了，我看一下哦、喔。没事没事，我要维多的这个而已，这个 Q 版的有点画风就可以了，白白胖胖圆。我就说这只是兔子啊，你的迷态就是兔子啊。我想让它动，但它转圈圈会不会太难？难哦。但是端一端还是端一端的那，就是点掉弹起来，点掉弹起来的不是有那个吗？有它的那个网址吗？网站可以用，还是你不要是网站那一种？网站的那一种，就是不是有个网站，就是网站有个网站，它不是可以，就是你丢一张图上去，它就是会有自己帮你动起来吗？你不要网站的，好，好，我有没有存档？零存档，好，你看我都图画完才存档。现在就画吗？我大概画个大概好不好？你是要，你就是要这一种。啊，诺英还在吗？你就是要，可是我，因为很多画动图都是用 AI 哦，所以我真的没办法让它动得很 Q 弹的那一种，不像现在大家那个用的蹭蹭的那个。可以齁，你要确定真的可以齁。这个嘛，干嘛？什么干嘛？我说，你把你想要的图跟我说，我再画给你。你是要一张，然后你说压扁，耳朵下面宽一点，不是啊，这大概而已啦，这只是大概。你说宽一点是什么？你说这里吗？你说这里宽一点吗？好吗？哎、啊、干，你自己跟我讲说我的画风，鸡掰人。你说像这样吗？啊，那就有点不像我的风格了。就说女人是傲娇的嘛，还在那边30公分，骗的。有把变声器给关了哦。这样，找老居啊。哦，老居收费，可是他动画师哎、欸，你找他收费哇？但他们应该是付得起啦，还变兔子。你随便画一画，怎么那么可爱？你就只有在这边敢追我，平常在台上嘞，因为他迷态其实这边是这样子，啊，我画画习惯不习惯画那个东西，他就是这样子。哦、好像也很可爱，靠腰。所以我才不太会画人了啊。不要好了，不要出去，这样好。好，再来看一下怎么压哦。大概这样。可是你这个压下去大概要3张图，
我在想啊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因为如果你是说动耳朵跟动尾巴的，这还可以；就是动到全身的，我就是不太喜欢，所以我才不喜欢画 GIF。所以为什么诺伊那时候跟我讲说，请我画 GIF？就是因为我怕动作太复杂，这样你看我画给诺英的那个靠在墙壁，唯一动的就是他旁边这个东西嘛，对不对？有在动的就这个东西而已。可能要等一下哦，达到100%，然后然后 F， 可能就是这样子了吧。就只是中间如果要微弹，就是这两个之间这样子的话，好，边缘人拜拜。好强哦，这其实很 low 欸，人家那种是。弹起来之后，耳朵还要那种弹两下，还是那一种东西，这样就很有动画感觉。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如果在这个跟这个中间再加一个图才行。啊，好烦好烦，我想一下，隐藏起来。你看，再来就是要画一张是取决在这两个之间的图。其实我大概也是知道诺英最近心情啊，因为我最近应该也是说碰到跟他很像的状况，就是，哎，对，所以当时其实玩阿尔宙斯，我沉淀很久，那时候一个人在玩嘛。然后其实就是，那时候可能也是因为都自己一个人玩，玩久了之后，跟隔壁疏远了。这边对啊，欸，我甚至也有就干脆又离开实况，不是又离开啦，那个认真在想过这件事情，就是在想自己到底真的适不适合，因为其实当时
我在走实况这一条的路上，其实都是别人帮我安排好的，像兔窝群、OBS 实况，我唯一做到就只有自己开台跟封面自己弄，那其他都是别人帮我用的。然后一开始开的时候又是很不会主场还是什么，就是不会自言自语啊还是什么的，跟观众互动都不会，就觉得陪人家玩就好了那种感觉。然后当时为什么不剪精华？一是电脑不好，那二是我觉得跟别人一起玩游戏比较轻松。你今天打算开几点啊？你今天打算几点睡啊？怎么受到挫折了吗？也不是欸，其实这困扰其实我时不时就会发生。像有时候诺英来找我，我都跟他讲说先不要敲我，我想要冷静这样子。就是他有一次在那个我那时候刚用电脑，刚就是电脑那一次，然后我的电脑就大爆炸嘛。他那时候其实想来关心我或什么的啊。还有就因为那一次我没有跟米娅他们去，我没有见到米娅，我那时候也蛮干的，因为那时候心情真的太炸裂了。然后导致就是也没有看到刚刚啊那些。我普妹没什么好看的，喂，讲这样，那我就想看啊。兔鼻子确定欸？没有，这是假的，等下拔掉了。五十秒 ，Hello Hello， 这个又就有点难弄了、欸。因为这没办法，我手没办法快速点。这样吧，图奇时代，你有想过离开吗？我在图奇时代那时候，我根本没有想过想要离开图奇啊。我当时他们个个都去 NONO LIFE 不是吗？首先是巧克力先离开图奇嘛，去 YT， 然后之后留下来的就是剩下巧克团的，其他 Amigo 的那到后面是他们各个离开那个去 NONO LIFE 嘛。我那时候不是还坚持在图奇吗？我最后离开是那时候去 FB， 因为那时候觉得自己要改变啊，不改变的话只靠图奇还是 YT 收益，我可能真的养不活自己。因为那时候FB 给的钱就等于是我 YT 差不多 YT 的钱再多一些些，所以我就决定就离开图奇嘛。因为其实那时候图奇那边风气还没有到抖内的风气嘛，会开始有抖内风气的都是从 Hololive 那些开始出来之后，就那时候在 FB， 其实那时候把自己搞得跟加班耐久台一样嘛，就那时候真的是观看没有很好，然后没有很好就导致变成说要讲什么，观看没有很好，就是用时间弥补嘛，又补了已经半年，然后最后还是离开，在离开 FB 前的两个礼拜，那学妹就跟我说：“学长，你的勾勾被拔了哦，都不见了。”我就吓到说：“去看，哎，真的被拔了、欸，对吧、啊？”那时候就损失了图奇一个勾勾嘛，啊，也很多人叫我看要不要回去再开。我有这个念头啦，我的念头就是，开的念头是因为我想要有那个上传自己的 GIF， 就布布那一张比荧光棒的嘛，就想说自己用就好，也很爽，对吧、啊？我不知道欸，最近就是越沉越低吧，也起不太来，
你看，沉那么低，还要帮你们联动，帮你们找人，气死！哎、欸，哪天要不要？档案零，存错档案，差点不见。哎、欸，不对，应该叫迷派。哎，我先试试看啊，这可以的话，不然就直接用这张图就好。零。只是为了 GIF 吗？什么 GIF 什么东西？啊！排序方式修改。这样还是土司庙绘画交给你了。你的 FB 的记录档上传至 YT， 那个时候开台指数有够吓人。对啊，就是没有什么人看啊，没有人看的话，导致就是会被解雇嘛。解雇就是又乖乖回，怎么才过去一个月就回来了？所以说。当时风气没有到现在那么可怜啊，你看哦，就算是现在风气好了，他们那时候在 FB 做的时候也是蛮辛苦的，不是吗？至少他们没有当时的所有时那个观看时数压力。哎，是哪一个啊？哦，时间走。哦，好强哦！等一下哦，定存。哎，我要存什么档啊？缓存偏好设定。哦，不是，缓存旧版。等一下哦，没有，这只是用个大概啦。如果你真的可以的话，我就直接完成，因为我比较喜欢是我在画图的时候，对方也在，我比较好及时修改。图片，哎，好丑哦。这好丑哦，好诡异哦！麻子，啦啦啦啦，叫错了，对不起，米娅，抱歉，叫错了，叫错，我们的爱应该不会消失吧？啊啊啊！不用了，翻，你要几点买？哦，那我要米粉。嗯，好，消完就好。你叫做很多次麻子，我知道。今天愚人节，哎呦，你们我都爱嘛，没办法。看在这么可爱的面子上，这个总会卡一下，原因是什么？可是我看动图没事啊，
为什么最后这个会卡一下？还是零秒太多了？看一下，零点一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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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嘞？这零点一秒。你看会卡一下吗？就是到它压下去的时候，是不是卡一下？你们看是不是会卡一下？会齁，怎么办？看一下哦，这个，停。参数整理一下，怎么整理？帮我发现一个不得了的东西，等我一下哦。无言词。音格二嘞，啊！我发现不得了的东西了，等我一下哦。无言一，档案存存旧版存，五下卡一次，对啊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好烦哦。不行，这不行，这不行！哎、欸，还是五下卡一次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？马田安安，那还是这个好。不然就是，看一下哦。循环调高一点，对，我是在弄，可是一个一个拉，我会忘记哪个是哪个，哎，好酷哦。还是土司庙给你涂，你帮我弄。我试试看哦。你也只会网页版，哎，变成四下，哎，不行，看吧，我就说 GIF 其实很难吧。看来我们只能回到原本的方案了。
啊，不然就是看一下哦，这个删掉，然后这个删掉。哦，卡卡，删掉档案。今天怎么那么晚开？在等你啊，没有啊，打疫苗醒了。好久不见，这个就不会有问题了。可是这个好丑，哎、欸，那还是有哎、欸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有下卡一次，我现在只调成两张图而已，还是卡，所以不是我的问题啊，这也太快了，就是少了中间啊，你还记得我刚刚不是说有中间的那个吗？中间图，还是放 DC 呢？看看、啊，米娅，你看是不是没有问题？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上 OBS 就有问题。DC 顺的对不对？我那时候丢在我在那个我在看 GIF 的时候也是顺的，可是丢 DC 就怪怪的。而且丢 DC 的速度是最快的，你有发现 DC 比较快吗？我想应该是 OBS 上面看起来比较慢的问题吧。可是我的布布就没问题了，我的布布就没问题了。你看，这次就没问题。哦，正常，那就不是我的问题哟。好啦，不然给我来画完它吧。啊，嘴巴记得，你说这样子哦、喔？你为什么那么坚持？我就觉得他是兔子了，你还没坚持他是狐狸。不要回收，妈的！你也知道你洗版哦、喔。像那个 Twitch 不是很多蹭蹭的图吗？那种图起码都要画，看一下哦、喔，一二三。
五张。你想去委托，我知道啊，可是那时候不是有说原本就在画的人他已经不接了，反正是其他人在画了嘛。重点是要动得很流畅的话我没办法，不然的话那个我画得出来，但动得很流畅就但重点是动得不流畅啊。你问了价钱多少多少？揪你那个不是要排队吗？看松鼠，你要不要承认啊？可以了没？这样可以啊、哦。
穷苦人还用自己的皮秤就好了。啊！秤秤那么贵啊，没办法，因为就红起来了啊。小鱼睡了吗？吉祥物都很可爱，要看谁画的好不好？看一下谁画的好吗？那请问我的吉祥物是什么？你说布布吗？它是真的活着的好吗？它是活着的，封面图那张就是它。或者说晴天娃娃太搭不起来了吧？猫咪搭讪真六多年，我们也很可爱，它最可爱的好吗？哦，不行，画完应该是要去睡觉了。我其实差不多是3点、3点半，2点半到3点睡觉的。这么早？哎，你想一下，哎，早上7、8点起床的，哎，好吗？我晚上睡4个小时，白天睡4个小时，这样子。哎，没有，哎，前阵子是睡晚上睡4个小时，然后下午睡个2小时而已。
好吵，吵死。好，剩下懒腰。啊！左手好酸，左手好酸，左手好酸啊！啊！还是举得起来啦。不会吧？我现在才发烧吗？你要睡了，不行了。好，你赶快休息，辛苦你了。抱歉，明天再陪你玩。明天再来陪你玩潜水艇啊，不是啊，泡芙总还没睡欸。副作用来了，我不知道欸，不知道欸，应该是没有吧。欸，你要阴影吗？啊！你怎么还没睡？红月怎么还没睡？米娅怎么了？米娅，米娅，不行，怕分不清楚，我以后就叫你米娅宝贝了。看，有两个米娅。发烧难道不作用？没有，我是觉得是不是现在才头热热的，还是因为我太想睡觉了？看画画很快乐，有吗？刚刚不是一阵米娅去睡了，好不好吃哦？把它改成狐狸，不啦，改成老鼠。他的应该是这个，他睡了吧？应该是哦。他怎么不用红啊？他的设定就是紫狐狸哦。不得不说啦，真的是蛮可爱的啦。这种不用红色的，可恶！他不是说去睡了吗？我以为他是跟我，我以为他是叫我去睡觉啊。好啦，等一下画完也要休息了，早点休息哦。来确认一下有没有完全上色到，好有，嗯。对耶，我光晕还没跑耶，靠腰。想起来，算了，睡醒再来跑。算了，睡醒再跑。
不要阴影好了，算了，还是阴影好啊。烦哦，烦哦，烦哦，烦躁。现在有人要带你跑图吗？没有啊，不是看到红月就会想到光晕，你知道吗？他被光晕绑定了。是最可爱的元素了，就是咱们的腮红。我它是这样子啦，可是我喜欢的是这个啦。好，加在一起好。你又没再跑了，想到吗？我不能想吗？我不能想你吗？零。你还是看正常的好了，这个。喝水，喝水。啊！果然差好多，我给你们看，反轮，感觉就是没有到很好。是没有到想象中那么。所以我才会不想要接啊！啊，不是不想，不是不想接诺英的那个委托，而是看起来就很奇怪。你看，不知道为什么会卡成这样。
啊，好啦，先休息吧，开了一个半小时了。感谢各位啦，那大家拜拜咯，睡醒再来玩，睡醒会先剪片，剪完片再来玩，大家晚安晚安晚安。嘿啊，刚刚加的米娅跟米娅记得去私讯粉专哦，还是要有流程啊，就是走一下流程。好了，拜拜。